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未完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千古风流霸有楼，江山流雨后人愁。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水多。公元1075年元宵节这天，苏轼做了一个梦。几天后，他将那个令人肝肠寸断、垂心泣血的梦写成了一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首词呢，是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苏轼的一生呢，有三位夫人，这是他的第一位夫人王佛，跟他可以说是少年夫妻，共同的这个伴随他的青年时期和他的壮年时期一起成长的。苏轼对他的感情呢，应该说是最深刻的。在词里边，悼亡，这个苏轼是第一家。他的第一句写的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其实这个十年包括两个十年，一个是他们共同生活的十年，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去世。到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呢，正好差不多也是十年。这个两个人的感情也一直是很深的，在这个王氏夫人死了以后呢，他就是一直不能忘怀。对苏轼来说，王弗不仅是青梅竹马的爱人，更是心灵相通的知己。他的离世是苏轼顺遂的前半生中遭受的最大打击。然而沉浸在悲痛中的苏轼没有料到，几年后他的人生将遭遇一场更大的挫折。公元1079年的一天，刚调任到湖州不久的苏轼收到了一封急信。来信的人是苏轼的弟弟苏辙。兄被小人污蔑，朝廷已派钦差赶赴湖州捉拿兄长，兄暂放宽心，且看事态发展。苏轼不清楚的是，其实在接到苏辙的告急信之前，朝廷上早已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事情的导火线是苏轼刚到湖州时写的一篇文章《湖州谢上表》。在宋朝的时候，官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向皇上、向朝廷写一个表，叫谢上表。
表示呢感谢皇帝放他到一个地方做官儿。这呢是一个例行公事的文章。他在谢表中有时候也还发些牢骚，这和一般人谢表不太一样。过去在王安石当政的时候，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写的别人没人管。后来王安石罢相之后，宋神宗呢，他其实成为当时变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因为他就是变法的靠山。你现在你再去发牢骚，其实呢，就是表示对皇帝不满。你对皇帝不满，皇帝对你能有好脸吗？对变法不满的牢骚话被新党抓住了把柄，他们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包藏祸心。紧接着他们开始翻查苏轼的诗集，从中挑出隐含讥讽新法之意的句子。一时间苏轼成了朝堂上人人喊打的对象。其实福州谢上表里头，但还不是很严重，稍微虽然有一点牢骚话，但最关键的这一些诗歌，后来苏轼自己也承认了，他来自是反对这个新法的。那其实这个后来的乌台诗案是跟苏轼这些讽刺新法的诗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成果，这几年因为乌台诗案如果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讲不是一个冤案，就是苏轼他确实按照当时的法律条文来讲的话，他确实你就万意朝政嘛，他确实是违背了这一条。他其实问他原来呢整个宋朝对这个士大夫是比较开明的，就是你言论上过激点根本不是问题，恰好在这一条也被新法派所利用。其实他们是要利用这苏轼这个事件啊，来打击当时反对变法的这些旧党人士，所以正好苏轼就成了这么一个靶子。湖州知州府中一向淡定的苏轼变得有些慌乱。没过几日，朝廷钦差黄甫尊抵达湖州知州府衙。大难临头，苏轼手足无措，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穿官服去见钦差。犹豫许久，才战战兢兢出门。那个黄甫尊当时呢，他就给他打个下马威吧，他就贴青着脸，一句话不说，站在那里，他就不开口说话。那个苏轼就有点慌了，他就说了一番话，他说我平常就是逞口舌啊，可以得罪朝廷不少啊，这回大概帮我抓去了，应该是必死无疑了。黄甫尊这才让随从宣读圣旨。原来圣旨只不过是苏轼诗文善谤朝廷，传唤进京。但此时府衙内外被黄甫尊故意营造的恐怖气氛所笼罩，苏轼的同僚亲友都不敢相送。公元1079年7月28日，苏轼上任湖州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解往京师。途中，苏轼的内心十分煎熬，这一去吉凶未卜，又担心亲友会受到牵连，不禁产生了悲观的想法。一天晚上，他们乘坐的船只因故障被迫停留在太湖芦香亭。夜色渐浓，苏轼却辗转反侧，无心入睡。他一直是比较乐观豁达的性格，但是在太湖的芦香亭这个地方呢，他当时就想投湖。人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并不是一生来他就豁达乐观。年轻的时候他一直是年轻好胜，突然一下子能够受到打击，他这个内心的受不了，他一下子想不开，就想自杀嘛。吏卒看守严密，苏轼求死不能。20天后，苏轼被押解到京城，关进御史台的大牢中。
御史台的四周遍植柏树，树上终年栖居着许多乌鸦，所以又被称为乌台。御史台的官吏用尽各种手段来审讯苏轼，用不堪入耳的语言对他进行通宵达旦的辱骂。苏轼的肉体和精神都遭受着痛苦的折磨，轻生的念头愈发强烈。他把含有剧毒的丹药埋在地下，预备有朝一日自行了断。他就感觉到这个政敌肯定要置他于死地的，他就跟他的儿子苏迈约定了，如果说皇帝要杀他的时候，就叫他送儒。像我的话，有个提前心理准备，对家里后事有一个安排啊。有一天呢，他的家里的盘钱呢用完了，苏迈呢去找亲戚借钱，他就委托一个朋友去跟苏轼送饭。可是这个朋友呢，当时他不知道他父子俩有这个约定啊。那朋友就要给他做好吃的，就里头有鱼。苏轼一看的这个送鱼来了，完蛋了。苏轼以为自己必死，便以极度悲伤的心情给苏辙写下了两首诀别诗。他在诗中感叹自己先一步离开人世，待到他年风雨之夜，弟弟只能独自伤神，夜与对床的约定再也无法实现了，这份遗憾只能寄希望于来生弥补。它里边有两句，汝跟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就是下一辈子咱我们两个还做兄弟啊。所以说人家他这种时候更能够见真情，就苏轼无时无刻的不想到他的弟弟。看守苏轼的狱卒不敢私传信件，诗句到了皇帝手中。宋神宗本就对苏轼的判决犹豫不定，看到这首感人肺腑的绝命诗，也忍不住为之动容。而实际上，害苏轼的人多，救他的人也多，其中就有苏轼的两大政敌，变法派前后两大领袖王安石和张敦。王安石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就写了一封信，直接给这个神宗皇帝。他的意见里边就是有一个中心思想，或者一个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说从来没有这个盛世而杀这个才士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通过变法，现在宋朝已经达到了一个太平盛世的话，那么在盛世的情况下是不能够来杀害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的。神宗不可能说是我现在不是盛世，我这个变法变完了之后，我现在反而是乱世，他不可能承认这一点呢。对苏轼的指控中有一项罪名是叛逆谋反，证据是他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宰相王珪以此构陷苏轼大逆不道，有不臣之心。这个王珪呢，他就向皇帝说，他说苏东坡这个人呢，他对朝廷对皇上不是忠心的，对你呢不理解，他想去找地下的蛰龙来理解他。这个王珪跟皇帝说了以后啊，这个张敦就说，那这称龙的有很多啊，你像诸葛亮他称卧龙啊，那刘备怎么没说他呢？龙可以比喻成为这个天子，但是也可以比喻为人臣。这个龙啊，不像那个专用的像枕呢、必须是指皇帝寡人的，那是我天子自称，那个是专有名词，那个不能别人乱用的。而龙呢只是一个比喻，所以这样一来呢，就给这个神宗一个台阶下。众人的救援终于起了作用，
在监狱中度过了三个多月后，苏轼终于等来了朝廷的判决，他被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一个并无实权的小官，实际上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不准擅离该地区。而且按照当时的规定，被贬谪的罪官必须奉诏极刑，不得在京城逗留。公元1080年的辛岁第一天，当开封城的百姓们沉浸在欢乐热闹中时，苏轼顶着漫天风雪，踏上了前往黄州的路程。黄州地处湖北东部长江中游，相对公元11世纪的中原地区而言，这里属于穷乡僻壤的落寞地带，很适合收留政治失意的落寞官员。谪居黄州，苏轼迎来了人生的最低谷，但也正是在黄州，一个属于苏东坡的时代即将来临。由于是宦官身份，没有官舍居住，初到黄州的苏轼只得暂时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庙里，这就是后人熟知的定慧院。在出狱后以及初到黄州的日子里，苏轼写给朋友的信件一封都没有得到回复。乌台诗案给苏轼带来的打击远没有结束，孤立的生活，无法填补的精神空虚，对于天生热爱社交的苏轼来说，痛苦感不亚于遭受刑罚折磨。因为到了黄州来，他是政治犯，没有人敢给他来往。他无聊到什么程度，他一个人有时候到江边去打水漂，在路上拉着一个老百姓就要跟人家来聊天，他说你跟我讲个故事我听，人家说我不会讲故事，哎，随便讲，讲个鬼的故事，瞎编一个都行，要不然我们这样，我讲三个故事你跟我讲一个故事。就苏轼这个人他特别有亲和力啊，爱跟人聊天，可是到黄州了以后，读书人都不敢理他。从前无论是在政坛还是文坛，他都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如今沦为边远地区的宦官，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生活突然安静了下来。巨大的孤独感包围之下，苏轼开始反省自己，过去的确是有些锋芒毕露了。寄居定慧院时，苏轼的心理状态尚未恢复平静，只敢等到夜晚才独自溜出山门走走。残酷的政治迫害让苏轼的心如惊弓之鸟一样惶恐又孤寂。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其实苏轼用这个词牌啊，我觉得都有一点用卜算子。其实当时他到黄州来的时候是非常的茫然的，他就觉得这个生活怎么把我自己会弄成这个样子。他一方面是很痛苦，另外一方面也茫然，不知道未来的路
情况是什么一个样子。尽管他很超然旷达，但是受到这样沉重打击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仓皇失措的。那个缥缈孤鸿影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生活境遇的一种写照。但苏轼的在这里头他又显出来了，就是最后两句叫拣尽寒枝不敢栖，寂寞沙洲冷。他徘徊了半天，他思前想后，我宁可守这一份寂寞，守这一份孤独，我也绝不向政敌投降。所以他这里的孤独当中，他有保持了一种骨气和傲气。乌台诗案之前呢，这就是他的性格是一种张扬的，不掩饰自己的锋芒，就是他有实力嘛，他有少年得志，很有抱负的。他跟他弟弟说了，至尊尧舜也不是难事。乌台诗案断送了苏轼的仕途，浇灭了他治君尧舜的抱负。出贬黄州，苏轼尚在盛年，45岁，正是施展政治理想的黄金时间，却被放逐到这个文化落后的江城蛮瘴之地来。每日除了三餐一宿，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时间却如江水滔滔，不舍昼夜。眼睁睁看着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苏轼恍然慨叹自己的生命正在被一把无形的利剪一节一节地剪落。谪居黄州的第二年中秋，苏轼对月独酌，节序带来时间流逝的警觉，令他深感胁迫。酒入愁肠，苏轼写下了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不得志的心情是最煎熬的，然而生活并没有给苏轼那么多时间来感伤。他的家眷已经来到黄州与他相聚，因为罪官的身份，苏轼没有俸禄，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他的钱很快用完了，眼看就要面对无米之炊的窘境。幸而他还有一位忠实的追随者马孟德。这个马孟德呢，其实苏轼自己说哈，他们两个人是同年同月生。马孟德可以说是苏轼的铁杆粉丝，他在朝廷做官，在太学里头是叫学生既不喜，博士一记之。在太学里头，他既不讨学生的欢迎，也不受上司的信任，但是他跟苏轼这两个人很投缘，后来干脆就不做官了，他就一直追随着苏轼，苏轼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后来就相当于成了苏轼身边的一个管家人，可以有这种角色，既是他的粉丝，又是他的管家，又是他的随从，一辈子就追随着苏轼。马孟德可能真是他的铁粉呢，到黄州来他这么样的情况他还是追随跟着他一起啊，受苦啊，他一点也不在意。当时在黄州的时候，苏轼写了东坡八首，里边呢有一首呢就是说马身本穷士，从我20年。马孟德呢天天就盼望着苏轼啊富贵发达，富贵发达了以后就可以分一点钱给他买一个山头。但是呢这个苏轼啊一直是没有富起来，反而一贬再贬。他在诗里面呢笑马孟德啊跟做了老大，说到一句啊，可怜马身痴，至今夸我闲。痴情的马孟德并不计较偶像的贫穷，反而竭尽所能改善苏轼的生活。
在马孟德的努力争取下，官府给苏轼批了一块荒地，让他自给自足。公元1081年，苏轼开始真正务农了。过去他曾多次说过想弃官归隐，却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被迫成为农夫。这块位于黄州城东的无名高地，从此有了一个响亮千古的名字——东坡。东坡也让苏轼的生命之光变得更加灿烂。在贬谪黄州之前，他是梅州才子，是耿直敢言的书生，是汴京有名的学士。因为偏僻黄州的这块土地，苏轼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也正是这个最接地气的身份，造就了我们热爱千年的苏东坡。